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去红罢免，今仔日是最后一天的上班日。韩国瑜下晡就伫高雄的凤山行政中心来举办着草地音乐会，咱就来看现场详细的状况。是主播，这场叫做《真爱高雄》珍重道歉的音乐会，伫咧下晡三点来举行。希望就是让透过音乐的表现，用爱参包容来取代着对立。咱即摆来看现场的状况。也拥有他像风寒露更浓全程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在上礼拜通过罢免韩市长了后，也是造成部分的政治纷扰。这一摆韩国瑜嘛，希望大家穿着白色的衫来参加，希望政治会当回归朴实、纯洁的一面。咱嘛看到这摆现场，真侪民众拢穿白衫来。这摆现场进行的是音乐会的部分。韩国瑜预定在下晡五点半左右就来到现场，到时阵才继续锁定咱的报道。咱即摆将现场交转向主播。